哇，又有呢度又有，搞咩啊？我要笔同纸啊，抹低啲嘢啊！睇你係咁喎，啲廁所邊執啊？哦，唔收油啊！唔好玩啦、啊，呢、這個交通違例好嚴重啊！你黐條腸，我去完廁所可以交翻俾我啦。交翻俾你咯。咁耐冇出嚟前線，著反光衣慣唔慣啊？幾好啊！色彩鮮豔，我都好滿意。話時話，大家有冇試過違例員以為附近冇警務人員同埋交通督導員就係冇事，但過一段時間就收到告票啊？一定有人試過啦。流動攝錄執法計劃早於2019年全面採用，打擊造成阻塞嘅違例事項。例如车辆在黄色方格内停留、禁区上落客等，足以反映警务处打击交通违例事项的决心。如果是非截停方式执法的话，相关的后续工作就会交给相关的交通总区的交通调查组进行。其实都挺好啊，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争拗，又可以加强政工的可靠性。最重要是有阻吓作用，不要以为犯了法没人知啊。明白了，知你什么料。